我怎么觉得这个镯子不止那么多价钱呢？你不是跟我说是云通货吗？是种水一等一的尖货呀，不是啦，这镯子没带啊。啊，你赶紧把这个镯子给我拿回来！如果要婆婆发现的话，我跟石磊怎么过呀？这个日子。昨天之后，周星你也买了一个玉镯子啊？那是妈送的。这镯子我这。